大谷翔平调皮了，居然从主审球袋主动掏出球来。原来是因为大谷和教练正在和裁判沟通时，对手西雅图水手的投手要练投时向裁判索要球，裁判没有注意到，贴心的大谷索性直接帮对手投手从裁判球袋中拿出球来，并且抛给水手投手进行练投。